成都特产有哪些？成都是一座麻辣鲜香的城市，是吃货的天堂，在这里吃才是主角。那么成都特产有哪些呢？一、郫县豆瓣。郫县豆瓣是成都特产之一，具有辣味重、鲜红油润、辣椒块大、回味香甜的特点。二、蒲椒米花糖。蒲椒米花糖也是成都特产，米花糖是用糯米、花生、芝麻等为原料，经发酵、沙炒等膨化过程做成的熟食品。三、鲁菜兔头。鲁菜兔头是成都地区特有的美食，兔头分麻辣、五香两种，是成都人下啤酒的必点食品之一。四、青城山老腊肉。青城山老腊肉是都江堰青城山名菜，以制作工艺历史悠久、肉味鲜美、可长时间存放等特点，深受中外游客青睐。另外，成都还有火锅底料冷吃兔、料记棒棒鸡、川茶、灯影牛肉、温江大蒜等很受欢迎的特色产品。